工作人员哈。哎，对，对头啊，对头，你普通话说得好啊，大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哈。哎，你普通话也说得不差的。我普通话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还可以嘛，还可以嘛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啊，我是泰国。哇。我今天见了泰国朋友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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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3291。现在这里人算多吗？算多的，算多了哈。对，可以，可以。他也是，他也是。现在好多人都撤离了，是吧？对，他也是，他也是。23000，他是泰国的。啊，对。他是真的泰国的。对，他是假的。我是假的，我是假的。他是真的。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吧？哎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萨瓦迪卡，捆涛老林涛老南京涛布林涛卡平卡平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欢迎各位哥哥来到我的直播间。你觉得他美不美？还是美哈，挺美的，挺美的。对。可是我主要长得黑。是吗？主要长得黑黑的，就是黑。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我们那边的人都长得比较黑。我一个人白，我给你跑步。对，我都算比较白一点的，我算比较白一点的。好吧。嗯，对，坐这儿嘛，我坐一下。上来看，龙来滚他，你看到啊？一大排，你看来啊？什么我哥哥？晕，大哥也会哦。嗯，可以的。他说可以的。可以什么？可以什么？就比较黑吗？对。欢迎微微的同事，我这是谁啊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上午好，上午好。我应该发朋友圈。还发朋友圈呢。那你要用的美女上去拍哦。好的，三哥，你看这个泰国姑娘，好美美啊！对啊，上来看啊！嗯，来吧，这他要让你说一段泰文。你没去过泰国啊？嗯，我们去泰国了，就是为了看他们，就花几千块钱嘞。对，看他们。就看你们就花几千块钱，我在泰国嘞。对啊。他是，我不是大哥。我只是声音比较那个，大哥，这里不对嘞。我跟你讲嘛，我就是想说发了一场骚，跟他这个没不一样。我是发骚然后生病了。没事。我不是，就是，就是。大哥，行家，是吧？你去过泰国玩吗？我去过，是吧？你觉得泰国的长得美不美吗？美的。你去泰国了玩了？对，对呀。这种啊。嗯。就是我们这种，只要长得稍微黑了一点，但其实你不黑，我都算白的了。可以了，你还是黑。你看嘛，在这个沙滩里面，你算是个美女了，算是个美女了。啊，对呀，哎，你说一下怎么叫算是个美女？算了，你算嘛？你看嘛，这个沙滩过去，我们太云鸟，就意思没几个好看的吗？有啊，每个欣赏你不一样啊。我就欣赏这那美女。嗯，是是是，可以。算吗？你去的泰国哪里？这个美女，每个人的欣赏不一样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真会说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。真会说话。可以、啊。哇，这把没马都死了。我待会儿出去吃虾，我都订好了。要吃虾呀？对。你们吃吗？你们要吃，我就请你们。哇、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、哦？真的，哪不会假的？没有。我今天在河海见到泰国朋友，太荣幸了。对吧？你用泰语的话，你夸别人漂亮，你就说。春水晶晶，就是你真漂亮。然后酸奶在那个门口给我关了。我们一起来吧。之前我们不是有个荡秋千的地方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来，你来推我嘛，那就。那你来拿着，我来推。你把这个放啊，对，放。因为你是。这小孩子做的吧？对，小孩子做的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在这断了，在这飞出去了吗？不要再吹了，不要再吹了，大姐，真的不要吹裙子没关系，我也可以的。对，躺好啊，躺好。坐起来抓好。你不要躺着呀。坐起来。抓好，抓稳哈。
哇，你这个哦哟哦哟，我感觉到翻译赚了，感觉要360了，我感觉人都要飞出去了。太狠了吧，我操，我也感觉要倒栽葱了，我操，太狠了。幸福的眩晕感吗？这是传说中的吓死人了吗？不吓人，不吓人，放心。太爽得很，他现在感觉舒服的压皮。他不会走光了，穿安全裤。对。这就是想和你荡秋千，荡到了天外天。